洋务争霸赛。熊大，本王可要赢了，将军。啊！给熊大，熊大，熊大！熊二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和光头强给赵林寄照片去了吗？怎么又跑过来？刚听说了一个消息。森林吉祥物。光头强说，为了推广旅游，保护区决定挑一只动物做保护区的吉祥物，还会上电视呢。熊大，还想当吉祥物？我也想。毛毛，快找光头强去！吉吉波王，等等我。走。哎，光头强，俺的手艺不错吧？你觉得俺当吉祥物咋样啊？俺才是吉祥物呢。哎，光头强，你看多可爱呀！本王才是吉祥物。光头强，饼干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这种饼干我还没见过。喜欢你就多吃点啊，这里还有很多呢。吉祥物非本王莫属。哎，是俺，是俺，本王才是。熊大，光头强。咋样，舒服吗？还看俺的。哎呀，本王这里还有很多新型饼干呢。来啊，我你们都给我消停会儿，让开，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净给我添乱。你原来星星饼干是你啃出来的呀！你们，统统给我出去！光头强，吉祥物到底是谁呀？是俺，是俺，是俺，本王，是俺！都别吵了，明天来一场比赛，获胜者就是吉祥物。比赛。欢迎来到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的吉祥物争霸赛现场。好，我是本次比赛的主持人兼评委，本次比赛的评委还有雷帝、嘎嘎、友谊第一哟和大象奶奶，大家加油。好，那么我宣布形象展示现在开始。力量美才是真的美，看肌肉。熊大什么时候？俺的表演咋样呀？哎呦！吉吉公王，吉吉公王！下面是才艺展示。哇！俺可是当年马戏团的大明星。嗨！
哇哇哇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好饱呀！一眨眼就吃光了，你真厉害！接下来吉吉出场，本王给你们表演一个猴子秒变哈巴狗。主人，你这么乖，让人家通过吧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可爱，通过通过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通过通过。上场比赛全体过关，接下来就是决胜局。这次比演技，三位选手根据指令接力表演，获胜者就是我们的吉祥物，前提是不能超出圈外哦。开始。今天我在森林里溜达，天气真好，突然下起了雨，幸好我带了伞，可是伞破了，我找到了一处避雨的树洞，我进了树洞。熊二，你被淘汰了。为啥呀？表演时不能出自己脚下的圆圈，发个盒饭给他，赶出剧组。开始。刚被雨淋，我打了个喷嚏，没想到树洞里有一只老虎，老虎被喷嚏吵醒，它向我冲过来，老虎扑向了我，跟我扭打在一起，老虎和我掉上了悬崖，老虎原来是虎妞，我掉到了云朵上，虎妞消失了。天才威开着飞机来了，他向你发射水果弹。你跟天才威越来越近，你跳上了他的飞机。跳出圈外了，本王宣布，本王获胜，本王就是吉祥物。是啊，你说什么？是啊，别别别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大家都别吵了。是吉祥物，吉吉熊大，快停下，快停下！作为森林的吉祥物，这样可是不行的哦。美好森林是我的家，欢乐幸福有你我他，今天是我们给的梦啊，一起快乐一起玩耍，快来和我一起笑吧，在这朝阳和白云下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，无论春秋还是冬夏。你我他，森林的鲜花最美的是我们大家，拉着手不要吵架，唱着歌儿笑哈哈，让故乡和爱的脸颊牵手呀，谁是吉祥物，都是帮保护区传递欢乐给大家的，你们说对吗？我们永远是一个快乐大家庭。吉吉，对不起啊，刚才俺不该冲你发火的。别这么说嘛，你当吉祥物吧。俺有更好的人选，没有人比你们更能代表大伙儿。没有人比你们更能代表狗熊岭。好，我宣布，雷帝嘎嘎以后就是我们狗熊岭自然保护区的吉祥物了。谢谢大家，太棒了！喂，喂，光头强，感谢您为保护区选取了吉祥物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对吉祥物十分满意。下次一定把你们统统抓回来。
奇怪的他。蹦蹦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保护区门口都贴告示了，小狗狗走丢了。哎呀，这大森林对他来说可是太危险了呀。是啊，森林这么大不好找啊。小狗狗的主人一定很着急。是啊，目前还没联系上狗狗主人呢。告示上印着狗狗掉落的宠物牌，上面有狗狗和主人的照片。啥照片？嗯，哼，不知道他们又在玩什么无聊的游戏。告示上还说呀，谁要是帮忙就会给谁酬金呢。酬金？这就是小狗狗的主人虐爹？对，照片上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管理员说呀，小狗更愿意亲近女的，要找个女的来帮忙找小狗呢。可俺们这儿哪有女的呀？俺去，俺去，俺比女儿还漂亮可爱，小狗狗会喜欢俺的。不用，劫色美女在此。嗯，哎，光头强啊，这该走哪条路呀？嗯，分头找吧。哎，别忘了，酬金都归我。哎，你可别走丢了呀！没事，我有定位录音笔。嗯，小狗狗，小狗狗。哎，没在这儿。嗯，真臭！我，啊，这是袜子，刚好能替换我这只破了洞的。没有发现目标。搜索还在继续。嗯嗯，香肠，我找不到小狗，让他找我不就行了。哎呀哎呀，好疼呀。哎呀哎，香肠。哦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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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，右边，不对不对，前面，往那走。就是他，跟照片上长得一样，快追！荒山野岭的，怎么会有玩具？会不会是个诱饵？有坏人也想抓小狗。熊二，你们快回去。呀！干坏我的好事！别！熊二，还是你抱着吧。别过来！光头强，你万一他把我的假发弄掉了，就露馅了。这是给我吃的吗？真的想让我抱你吗？哦哦哦看来小狗还想玩游戏啊。真是一只不知道累的小白球。不许偷看，捂好眼睛。可以开始啦。在这里。十九，眼睛不许偷看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开始。
在这里。哎呀，大黄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小白球，你的头发啊，还有衣服，糟了！小白球，小白球，你还想把他吓跑呀你？你在前面挡住我。嘘！站住！你谁？又是你！小狗是我的。你不要吵醒它。放心吧，它暂时是不会醒的。我要把它带回去给主人。你们就别来捣乱了。你离它远点儿。我怕它又被我吓跑了，交给你了，熊儿。好嘞。把它还给我们。还愣着干嘛？快跑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摩托侠，快跑！会来救你的。哎，游戏就这么结束了，真没劲。游戏，小白球捉迷藏。别捂眼睛，我看不见了。翅膀。好了好了，喝吧。赵林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通过你的定位呀，是不是很想我呀？才没有。你一点点吧。我也很想念你们，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可爱的动物。所以当当当当，你当了保护区的义工。老赵头知道吗？他同意了我才来的，没想到一进森林就看见某人摔晕了。哎，果然没我照顾不行啊。你这样光头钱，放手，快放手啊，光头钱。熊二，赵林果然搞出信号，好，已经联系上狗主人了，任务完成。强哥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给我？是钱吗？你是吃的吗？光头强，你保护动物有功，特颁发给你核心区通行证，希望你以后好好表现。太好了，去核心区探险了。这样看一下。干什么？光头强，俺就看一下下。不行，看坏了怎么办？俺就看一下下嘛，光头强。光头强。探险。
我的好朋友。131，132，133，134。人工合成超级建模匠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主人好厉害呀！不要打扰主人做实验。被打断的实验是不完美的。董董瑶，过来。主人，你帮我数，认真点啊。我说多少遍了，别在我做实验的时候打电话。你哟，脾气见长啊。王老板，说好的动物呢？再拖下去，你一毛钱都得不到。是是是，我马上就去。请问你是浣熊吧？我也是。等一下嘛，你看我也是浣熊哦。很高兴认识你，送给你。哒哒哒，咱们交个朋友嘛，难得遇见同类。喂，我叫喜莎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知道了，你叫转转。小蛋，俺还没吃饱，你就让俺再咬一小口嘛。啊，就咬一口啊！熊二，你个馋狗！熊蛋，熊二，我找到了浣熊朋友，这是转转。熊蛋，那不是？这洗刷刷可能太孤独了吧？转转。滑翔的感觉很美妙吧？小时候我离开家，加入马戏团，四处漂泊，后来来到这儿，有了新朋友，但一直希望能遇到同类，可总是遇不到。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没想到遇到了你。哇，回力用气球滑翔的浣熊，这么奇特，王老板肯定喜欢。这次费用又着落了。总算下班了，今天可把我强哥累坏了。嗨，光头强，你累了吗？休息一下吧。这是我好朋友转转。奇怪。有了这个伪装摄像头，我们的观察工作就更加方便了。洗刷刷，其实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抓捕成功，天才威。再见啦！转转，快点叫转转！熊蛋，这葡萄俺刚尝过了，好酸呀，都不好吃。真的？不信，替你尝尝哈。好酸呀！
天才威，熊二，抄近道。哎！哎！天才威，你们！天才威，帮了转转！能为我的发明事业做出贡献，是你们这些动物的荣幸。哼，想救回同伴，除非你会飞！啊！哎呀，想追上我，没门！哟吼！站住！站住！天才威！熊大！徐帅帅，爬到俺的后背上！停下！停下！谁要停下？下去！哎呀！怎么全上来了？徐帅帅！哎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！你也乖乖跟我走吧！别想逃！我飞呀！壮壮别怕，我来了！救命！放我下去！放我，壮壮！这是哪儿啊？哎，我有惧高症啊！嘟嘟幺，快接电话呀！壮壮。太危险了，徐刷刷！放开我，我要去救壮壮！徐刷刷，那个，我觉得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啊？壮壮他其实是保护区的科研摄像头。徐刷刷，你我知道壮壮是摄像头。自从我加入马戏团，就再也没见过同类的朋友。转转他虽然只是个摄像头，但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的，就像回到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光。所以一定要救回转转。是。熊二，你不也曾为了团子拼尽全力吗？光头强，你也曾为了嘟嘟奋不顾身呀。徐叔叔。徐叔叔。放心吧，我可以的。快接电话呀，嘟嘟幺。壮壮，我来救你了。害得我这么狼狈。不好。糟糕，没气球了。是不是煤气球可以利用了？光头强，好险呐！成功了！谢谢你们，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、转转。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哎，这五号摄像头是不是坏了？今天咱老拍这只浣熊啊。转转，这儿星空可漂亮了，晚上我们看星星吧。走。以后啊，齐刷刷不会再孤单了。这段摄像头和浣熊的友情真是太感人了。熊大，中午俺不该抢了你的苹果和葡萄。没事，俺没生气。吃吧吃吧啊，你吃吧吃吧，你吃吃，不吃就给我吃吧。俺的苹果。豆豆妖，快来救我呀。去。
不要，彤彤要，彤彤要。两万，两万零几。